人的一生哪里去找答案，如这空间又为何会出现，人出生人枯死，谁人可掌管控制下世转生流艺。如不出生，这世界怎有我？神迹很多，又为何有灾祸？人相恋，人分手，如何找得到那个？为了谁奔波？人会出生，会衰老，结果终老，又有悲，又有苦，却没有退路。谁是苦，谁是恶，仍是一天讨归途。人终极问题，怎样思索到解得到？人的一生哪有最终答案？迷失之中，难题还再出现。如不死，挨不起，如量子不加控制，用镜对焦焚毁。危机天灾，要你再兴建过。如不温饱，如何能再饥饿？求相恋，求分手，人情中岁月蹉跎，为何求看破？ No 谁再出生，再衰老，有否终老？上半生，下半生，也别再愤怒。贫或富，良或有，无谓的谦卑骄傲，来等待2013方探讨。家黄万空分布，归一之家，幸何沙数的星球，星河苍凉苍穹，虚浮虚无，存在发抖。愿你想生这方方，这根芳草，或转身，或折腰，也自有归途。天外弯腰中，晴或雨，明或暗，其实都一早宣告。何须待2013方算好？如这朵花结出果，你早知道。落了果，又再生到下个季度。男或女，人或兽，神或妖魔都过渡。回归的一刹，完美的句号。令达生的一片赤土。